超美的景色。这也是丽居山区川的地方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也变到不是广东的。那是那新民乡的，不是宝辉，它是梅子关哈。要上高速公路那个，就甩下来。你没有遇过？有啊。哎呀，要下匝道的时候。那一次是旅行社，我们办公室旅游旅行社办，赔了好几个新民乡。还蛮扯，是大巴吗？大巴。哎，要钱啊！怎样哎，也要钱啊，要不然。而且好像才第一天就掉。就素颜，就素颜。